遮住，咪遮住。我就係佢睇唔到綠色嗰度啊嘛，要揾啲黑色嘅地方啊。好，嚟走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即係你揾個位咧，係黑啲嘅。啊，可以。我们拍张照。啊。然后原来那个模式就是这样，这样前后左右。还是发 video。它可以有那个声音。这个打电动一样。然后那些巴特都坐在上面。好，我可以放出来给你看，刚刚拍了那个影片。哦，你录的档案是直接存到平板里？对，我要看这个。播看。我看一下，有可能他这个新的还没搞好这个块，所以这个还不能录出来。这好像不是这里。这个机前，对对对。就只能看机前了，只能看机前这个我们在试的时候。它还有声音啊那些。哦，录音。对。还有录音。刚刚的没有录出来。对，因为那个刚刚传出来还没有在调试这个。之前灰色的那个。对，我有看到。灰色的就可以录出来。干嘛？买一台，叫爸爸买一台啦。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那你要买两台，带两台。你也去，快点，一起二，快点去二，他你爸爸就买了。那我会带你去厕所大便，好吗？好了，你不用了，好吗？然后那些就是之前拖书的时候，人家在试拍照片的时候拍出来，就拍到他们的脸。我好像有看到第一个破。对对，没错。这个有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有不知不觉都被拍到。